人不再吐我了，有的可能就是觉得这边太热闹了，他们不适应。简单来说就是怕太，应该是太吵了。好听一点是太热情，难听一点是太吵。累了还是？哦，我懂你意思了。要修不行哦。啊！还会挑中间休息嘞，去你的！这个星星已经学会人的思维了。就跟你说，他会拿冲锋枪哦。大家很气呀、啊！刚刚如果有冲锋枪，就打那只飞雷龙了。大家很气，他捡起他的冲锋枪。冲锋枪？为什么你有枪枪？拿啊！掉落物又消失在我眼前，曾经在我眼前。却又消失不见。这次开台没有搭边，我也是没有断线。干，我没有被攻。刚刚是什么啊？没看见这样放过哎、有吧，就是戳石头下来而已啊。欸。啊？我真没看过哎、可能欸。还刚是好都飞对了吧。魔物太小只，比较好看到。应该是哦。那想想，奖励变少好像也没什么差哎、欸，感觉奖励地上捡一捡都有。所以其实还好。对啊，我在安慰我自己。抽毒！哎，稻草人。完了，我们的普通飞雷要不见了。他是超强飞雷，他不是普通人。汪趴去！我从此从刚刚到现在还没有出去过一次。他是用走来走去的方式伤害我。你要不要睡觉啊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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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不光，老娘的嘞！没、欸，我丢他连轴死，那个转身运动方圈。老兄的，哇哇哇哇哇！哎、欸，新的飞雷来了！啊怎么了？太累，太累。你看刚刚的操作，如果是昨天的我，一定会轻松闪过。你等下打什么？普通雷狼。普通雷狼吧。好。好的，估计那只打完就我就要走了。跟变道具箱。我们地带才剩一咪咪。因为它到处都有啊。哦，对哦，它不是特有魔物。对啊。大龄卖玉，献祭有差呢。我真深刻的感觉到献祭的威力啊！每次献祭都会有、啊，尤其是奖枪最明显。有出魔物，雷狼森林，确定。Yes。好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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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出花，出花出天花，热闹没关系，选择巫师，赞哦、喔！哎呀，忘记吃三只。嗯，怎么防御啊？啊，怎么防御？扛桌，扛错。哦，那踢的哦，我用踢的打魔物了。你到了没？到了。究竟是什么装备让我听得见？白痴哦、喔，什么手臂呀、啊？啊呜！恶龙咆哮。看不到数字是多少，怎么会？还不晕？转！他还没带剑，不会旋转。啊！
想说真续给你劈。我想说捡石头没捡到，干！来这边的石头嘞，我这边。流水球吧。我不会醒过来。不会那么快啦，今天天气那么好睡。走走走，继续拍，我想要可以抓到这棵树。它还是黄诶、欸，哦红了。我撞！哎呀，没躲过。我都剑切了，可恶！怎么样？弹簧床，可恶，气死！转转转转转转转，好运都一起转，吉祥路一起转，吉祥路一起转。哎、欸，它不是撞在这个上面喽？任性，嗯。哎，稻草人啊！我重放。哎呦！下，我的猫是不是没有下来？有啊，再插上去。没有啊，所以他现在是，啊，来来来，我看到他在爬。
我没死咯。嗯。没关系啊，你就去补习啊，没办法，不可抗力。不可抗力。嗯？没事，我要撞咯。撞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他刚，哎、欸，他死掉哎、欸，死掉。我想到他怎么大翻转。他想说，我上去的时候他要跑了，那就死了。那就死了。熄灭组掉入。我刚也是。我想说，不是捡干净了吗？还在生气哦！我还在想他的尾巴去哪，原来在肚子。跟变长须香，是说三只古龙最难打是哪一个？看你用什么武器啊！你用近战武器的话是钢龙啊，那你闪光弹就要带得多啊。最好打的是阎王龙吧，还是四套龙？觉得？觉得两只都还蛮好打的。一开始四套龙不好打，除非你有三颗耐脏珠。直接去做耐脏护士。对啊，我最近是教秀秀这样子啊。靠，忘记锁了，中间地在降。我去降降。出去吧。嗯。调查报告。钢龙最好打，你拿太刀打打看啊。你就不要给我拿超重棍打，那古龙我最讨厌打钢龙啊，啊，我最爱打的是灭尽龙。自从钢龙进了冰的时候就不难打了。对，那风会龙会转弯，而且还头还不容易破的那种。探险终归来。哦，也是有闪光弹哦，是啦，因为上位的怕闪光，力战就不怕了。啊是啊。哎、欸，靠！就明天大便要流血了。不是流血啊，是会红红的。我们买了一大堆火龙果。红肉的火龙果，好吃，好吃，大便会红红的。好了，我先过去了，拜拜。电梯向上，嗯。
先把他们声音关掉，然后年代吧，为什么我有点？而且我跟你说，我们还拿到那个当年级第一名哦。你说你在那边叮叮叮，帮大家拿到这拿第一名？对啊，我就唱这首莫名其妙的歌，然后到拿第一名啊，笑死！真假？传染力太强啊，楼下都跟着跟着唱了。没有莫名哦，没有，因为没有我们为了这个去租酋长服啦。哇！对对对对，花钱买冠军呢、欸？对，花钱的花钱，开氪金的氪金，哎、欸，开了开了、哦。我想说有厨师这个职业，没有啦，没有厨师的，没有。如果有厨师，我会很高兴。没有厨师，只有蜜蜂师八点六，8.6，因为你的鬼头召唤回来。他不是要当一个月吗？啊，彤彤，你今天怎么没有搬啊？啊对等一下，蛋花你要去搬是不是？啊，杰克嘞，你的嘞，杰克嘞，我没有，没有，杰克哦，就你，对，就我，低头看看今天的场地，好了，换回来了，水当当，水当当，水当当，得了，当当水，我们今天就来挑战这个水谷地形。水谷地形，水谷地形，对，我们三个人，水谷地形，水谷地形，很危险哎，好像他记得说那个八号好像蛮多人有自制地图，很多，对对对对，哎呦，之后也可以来看看，嗯，玩玩看，挑战看看，嗯，让大家看看哪一个地图觉得也不错，说不定以后也可以多玩玩，嗯，可以呀，但是重点是今天还有一个新的职业，嗯，新职业。阿纪，嘿，怎么了？新的职业就是香精西瓜可以买到了。香精不是职业啊，这是商品啊，商品新的，所以是商品，这个是商品 ，OK， 对对对对，这是商品，不是这个商品，你，好了，今天这个新职业呢，就是 Elsa 女王，耶 ，Elsa 女王，耶。我看到了，好漂亮！看到了，看到了 ！ST， 我不见了，直接关掉，直接把大家踢掉。掉游戏，今天就要开到这边啦！感谢各位收看。啵啵啵啵啵，我完了。可以登掉，可以登掉。这个也太生气了吧！有那个啦，新职业召唤师。对对对对，让大家可以看看。召唤雪宝吗？你把他杀了啦！没有办法哎，你把他杀了啦！那可以踢掉你。召唤师，他是什么？铁力可以召唤术师，嗯，精力是召唤盾师，盾师，他会根据阶段，每十秒可招一只，然后会存在30秒。哎，对对对，然后如果你有那个指南针的话，可以召，就是最高到6只这样子。哦，六只做的话。对，然后那个寿司、僵尸都会根据那个阶段会越来越强，还会越来越强哦哟。对，所以等到第五阶段、第六阶段召唤出的僵尸很可怕。哎呦，那感觉今天会很多的尸哦，好可怕！死在水里面，会变水鬼哦。水鬼，
真的。但是召唤师是他不能拿钻跟铁的剑跟斧。哦，比较弱一点的，就铁以上的。他的真的铁字跟钻字的。剑跟斧头，他都无法拿下来、而且永久的挖掘缓速，哇，永久的、哦，他就不太能去挖核心，他就是说给我挖点，给我黄金，专、门召唤一样，感觉很爽哦，好像那个吃爸妈，感觉很爽，是不是？我也要当僵尸给我，我也想要。然后大家也可以来看一下这个场地啊，因为新的地形，它其实就大同小异，中间底下有那个钻石在比较最下面，还有比较看的是那个挖矿的地方，对，它有没有家门口出来，右边这里是那个挖黄金跟绿宝石，而且还很有贴心，有一个箱子可以让你放。好远哦，对，所以你要偷东西就来这个箱子拿，对不对？好贴心啊，太贴心了，太贴心了。啊，另一边对面就是一样，那个青金石跟那个红石，一样有箱子可以偷。铁，核心在底下哦，核心还没，铁在后面。偷看鬼，偷看到剧透鬼，剧透。然后铁的话也有一样是，但反正那位置其实都是相对的，所以我觉得设计还不错。数量其实好像都是一样，对，就没有做更改。有灯笼哎，棒 ，OK， 对。然后村民的地方也是拥有，那边也是一个重生点。那比较特别的是家里的部分，家里二楼楼顶那边直接就有那个30灯笼。对，它保护起来。然后核心的话，我们只要往到最下就可以看到核心。被剧透，这个真的有一点下面。哇，而且你可以往外拉，它其实在水的那个下面，有没有？哇哦。对，所以你要去偷袭的话，其实你也是可以挖地道进来。这个进攻其实，这个进攻，因为如果核心太高的话，其实就很难进攻了。对，所以就是可以各种的地道战。哦，这个要守核心很累耶，说实在。对啊，很中心。因为而且整个场其实中间主要是过桥，过桥之后就看你要从陆地绕有没有，还是你要挖地洞，还是要走水路都可以。感觉很吓趴哦。吓趴。又来试试看。先看地形哦，不然想要稳迷路的我。你在哪？其实矿都是相对位置啊，其实还有应该还 OK。搞不出来，我在哪？我是谁？这是哪？对不起，找到了。回击分队，这个桥蛮帅的。这个桥用打火机就可以点燃了。对啊，各种烧起来。火桥不是这个是那个火堆啊。萤火对，它可以烧，对，很帅。打火机，所以用打火机就好了。可以，哇哦，这个不是吗？这好感觉有点。会摇，对不对？很恐怖，还行，看谁走，很稳固的感觉，感觉不是。可能他一走过去，我在后面猜有没有，然后就说。然后他的钻石好下面哦。反星你是谁？哪里啊？汉堡超人，什么？木木萧啦，他是木木萧，不是汉堡。从背后看起来像汉堡。木木萧，被吃掉了。木木萧。真的好低哦，那个分队喽，熊猫一个熊猫，我们现在大家都要搬东西了，拿东西啊，大家都要搬东西了，大家都要搬东西，九，绿的队伍，我还有自己的，还是我去换一个啊？开错了，哦可以，然后观众场想要加入也可以赶快准备，更新说明外观，看一下。使用耶，来啊！我觉得召唤不止一只也可以啊。对啊，至少一个可以挖矿的嘛。我挖，不然大家全都不能挖。哇，丢西瓜！大家你们，等下你跟那个央视想要抢吗？没有啦，没有啦。没有，我想到央视刚刚在犹豫。真的有点没事。等下我真的，等下哈基会不会就是把水铺平？有没有？好了，我进来了。有机会，看看哦，尽情选择。哇哦，这个超小只，对啊，小只的我，超小只繁星，这不是泱泱贵族大大吗？啊，我没有贵族，我不是贵族，现在是游侠了。游侠了，对对，我现在那我哎，长得好奇怪啊，怎么了？有洞？
我掉下去没有到啊！我这就是你可以叫出我的头颅吗？你就知道哦，他自己抓到了哦，小小繁星，对，这是 小繁星，超小繁星，你们看得出来？这样子，喔、土、石头，然后各种矿物，还有钻呢、欸，可以挖你的脚脚吗？可以给一点吗？可以给一点吗？我需要那个鑽。我们逆风再把我肢解吧，有吗？把右脚给拆了，对，右脚。天哪，左手也是不错，拿他身上的资源。哎呦，职业都选好了吗？好了，差不多了。哦，好评一个贵族，一个召唤，矿工游侠守护突击。他现在守护者的那个蹲经验有 1.5 倍喽。哦哦，对对对，有好像有 buff 有 buff， 对，就是让守护者更宅了，更宅了。可以边宅然后边弄药，巧克力药水了。巧克力，我偷偷记坐标。挖空吧，然后之后就不会有。哎，可是这样这一张图要蹲在哪里才是那个？就一样吗？你要核心旁边，哦，旁边就可以了，旁边一格就有了。小小的那边，对。你怎么了？我说坐标要么正70，要么负70。好，好，靠你挖了。不是，我也没办法挖，我挖就反数啊。对吼，靠繁星，靠繁星，对，红星啊，红星可以啊。现在只有繁星比较好挖。没问题，没问题，后面你们可以转职好吗？对，我不要，我要当贵族啊！可是那个转职不是靠近核心会凋零吗？那个是3%的几率会凋零，不是，那绝对不是3%，有问题。ID 的，讲课来讲是80%，有 buff 有 buff。看他们 O 不 OK？ 他们一直在换职业，嗯，他们应该是在抢谁要当贵族吧？酱油跟波波都想当。哎呦，可以玩超凶的。你就很凶啊！不管他们，他们也没有拿，没有拿输了。他们好 OK 了 ，OK 了。那就让我们走起，河谷地形。哦，现在是哦，我还有拐杖呢，拐杖。拐杖。弓箭手变成拿弩哎。哦，对啊，一直都是啊。是那个贯穿盾的。贯穿对啊，我好不习惯，我障碍、欸，完蛋。他上一次就这样啊，代表你有一阵子没来啦。哦，现在挖好快哦。欸、我挖就反正你不要经过我前面。David， 抱歉，我刚刚的木头已经慢慢碎裂要掉了。他这个懂了。我觉得这充满着恶意。给你啦！我现在才挖掉一个。给你啦！大速嘛，就挖矿加速嘛。挖矿超快的，真的假的？矿工挖矿很快啊，超快的、啊。改了哦 ，buff 了。你看这个铁啊，很快哦，超快的。那豆腐吧？豆腐？对啊，这么快是正常的吗？我不知道啊。你有那个挖掘加速吗？这边没有啊。哦，那有可能，也有可能是地图设置哦。这个地图设置，他地图没有给那个矿工。哎，那你挖核心不就倍儿快了？我觉得那这样子挖核心，他不是挖掘加速啊。他不是啊，他是好像是没有没有。可是我记得那个核心附近会给缓速啊，就是挖掘速啊。如果他没给的话，会很可怕。对啊，这个超快。好啊。哎，我挖也算快了吧？可是我是十个，我们去挖看核心看看好不好？挖看，哦，有了，那个现在还不能挖，现在还不能挖，有是这只矿工搞比较快。哦，所以只是矿工搞比较快，有 buff 的这样。哎，对，矿工搞比较快。可是你看那个矿工搞挖这个石头，那有一点那个矿工搞，哎，不用啊，到时候铁也可以买矿工搞啊。你分我们挖有没有？我们有办法拿吗？我们不能拿吧？我们不能拿，没办法拿啊。好扯哦！职业技能，施展副手要拿。小雨这里还有一个，这边哎哎，哦上面还有一个，好，我来召唤，我来，呼来吧潜鬼，哦铁树枝，哦，哎看看，看起来好像哎哎，给他挡到小鬼，哎怎么了？还好是吗？很可爱，他们三个矿工哎，我现在发现三个矿工。对，差不多。我觉得他们是要拼转职吧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对吧？有可能前面有钱，后面转职。嗯，对啊，就抽奖的。这样听起来也蛮合理的。对吧？我来当全能住宅改造，继续跟他们玩。都听，哎，耶，即刻死啦！对，住宅改造王。哎呦，多余的铁，拿过去，我有50多个铁力啦。
可以 OK。哇，这出门感觉要游泳哎、欸！啊，对好，暴风弩有贯穿，不然知道那个没有船就只能游。嗯，哇，暴风弩，他们对我都忘记有贯穿了啊！有贯穿哦，忘了，没关系，我等一下召唤我的钱鬼。哎、欸，你们听第一次会被电子音啊？不会啊，不会，会哦。等等等，哇，死了吗？都不会哦。那对，怎样啊？听你的声音也不会啊。对啊，我们听你的声音。不是啊，出来吧，钱鬼，上啊！我速度很快，速度很快，哦。有剑。钱鬼死了。啊、好一点。哎，钱鬼一下都败北了。波波，你要干嘛？我有钱鬼。走了，打了。等一下，贵族刚放技能吗？啊，我放了。你在哪里放、啊？放屁了！我在前面，很前线、欸。我在挖木头也有哎、欸。我在下面也有。全场了，那么强啊！哇，这么强啊！索拉卡，小心，后面那个，杨，你后面有刺客。我看到了。小心，我现在一直在招钱鬼。出来吧，钱鬼。原来刺客改这样子哦。对。这个是有主动技能会隐形。嗯、哦，钱鬼摔死了，钱鬼摔死了，烂透了。他们血压很低，他们血压只有一。摔死。你要不要先做铁装自己用啊？啊。哎，你们都跑走了哟、哦，那我要死了，拜拜。我没有跑走啊，我一直在岸上招钱鬼啊。哦，那我怎么会一打三啊？是你呀、啊，你要问你自己啊。